大家好，我是小郭。每年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，在习俗中，端午节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、至阳至刚的日子。民众除了可以在当天体验划龙舟、享用粽子和立蛋乐趣之外，还能够把握一时机储存午时水。专家介绍，午时水有五大用途，如果妥善运用，就能进屋晋升、改运招财，为下半年的运势打出强势气场，顺顺利利度过一整年。端午节当天上午11点至13点，从自然涌泉、瀑布井或是家中水龙头接存下来的水，皆可称为午时水，又称纯阳水。只要在此段期间将水放置于阳光之下曝晒至少30分钟，吸收来自阳光的正阳能量，就能加成效力，为一家带来自阳至刚的正面能量。